销量阿巴当自行车在罗旺达能卖到13万卢郎，虽然挺贵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龙，人在非洲创业开农场。在农场附近，我们捐资30万卢郎建了一个大水桶，方便附近的村民过来取水。水装满了，用一个青浆胶把这个水桶塞起来。卢旺达水资源很丰富，有河有湖，不缺水。这几只是非洲鸭子，长得是也挺奇怪的，长得很胖，行动笨拙，十分迟缓，走路大摇大摆，走几步就走不动了，要坐下来休息休息。看这棵拉木子树啊，这有多粗啊，这有没有上百年的老树了。非洲卢旺达野生拉木子。卢旺达基建搞得还是不错的，在农村也是有水有电有网络有手机信号。房顶装大锅可以看电视。装车，这辆阿巴当自行车在卢旺达能卖到13万卢郎，虽然挺贵的，家里面有自行车的条件都还算不错了。回家。这几个小孩是要去打猎吗？带了这么多狗啊。